哎，大军哥，你在临死之前说胡话。不是哥，你相信我，真的让唐仁兄给您送去了，已经。你自己准备棺材吧。喂，魏哥，喂。 110吗？冯队，身份确定了吗？可以肯定，伤者就是唐志雄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八个钢珠，全部击中，一颗击中头部。哎，这回一时半会儿他是醒不了了。这边，冯队，钱包和手机都不见了，只在他身上搜到了这个。 金厂附近有监控吗？查过了，半年前就坏掉了。天然，收到了吗？你给我查一下，这个便签是哪个酒店的？ 另外再查一下唐志雄的手机，看他最近都跟什么人联系。嗯，好。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把整灰渣子处理完了，我就回来接你，好吗？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放心吧，一定等我。我这回不会再食言了。 我等你。好，谢谢啊。 在我们这里住过，能确定吗？他当时没有地方停车，车位还是我们给安排的，看样子像是这个人。那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他住过的房间看一下？好的。他住的就是这一间，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人。 平时有没有什么人过来找过他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你们这有监控吗？有。我们要看一下你们的监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你们跟我来。
停，倒回去。进去的时候手里有箱子，出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箱子一定还在房间，走，一定在，回去看看。走。谢队，您没事吧？怎么了，谢队？飞扬，没事吧？还是就近到医院看一下吧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累，让我眯一会儿就好。专心开车，嗯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好。我等你。我这回去不会再食言了。谢队，谢队，喂，哎。
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啊？怎么样了？大夫，怎么样了？病人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心脏骤停，要是早点送过来。哎，我已经尽力，对不起。喂，醒了。我能不能单独和他待一会儿？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把整回这案子处理完了，我就回来接你，好吗？一定等我，我这回不会再食言了。
没结婚，一直一个人在过。我心里放不下你。冰莹，我不会忘记你跟我说过的话。你说让我等你，你回来接我。可是，你这次和以前一样，一去不回。破案呢，是我的天职；为人民，是我的追求。我愿为此贡献终身。又不疼了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你忙你的去吧。碰见容易的就上，遇见困难就缩，那叫我们警察干什么呀？那请我们关门得了吗？以为回家省点钱，省得老百姓看我们笑话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案子如果拿不下来，你们跟我咱们一直到年底，谁也别想休息。自从细队走了以后，您准备好好休息。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我没事。小金，别难过了啊。谁也想不到细队会这样离开。伟轩，对不起。是我没照顾好谢队。谢队长的突然离世。
对我们大家是一个打击。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特别难受，我也一样，包括局长，包括那些跟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，还有局里很多其他同事，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所以说，人生有的时候非常残酷。其实老谢不久就要退休了，上个月才跟我说。觉得时间不够，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多做一些工作，多完成一些任务。这人说没就没了。我们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打起精神继续工作。老冯昨天把这笔记本给我，谢队在上面为每一个案子做了详细的大量的工作，包括牛翠花的案子、郑辉的情况，还有那些在逃的犯罪嫌疑人。他现在不在了，清网工作还没有结束，这工作重担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，所以我们必须打起精神努力工作。谢队在天之灵才会安息。我们才会不辜负谢队这几个月对我们的苦心。海队，你说的没错，谢队生前的时候总跟我了解那些逃犯的情况，他也会经常去逃犯家属那里走访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我一定不会让他的苦心白费的。郑辉的案子还没有完结，还有牛翠花的案子，这是谢队一直在关注的。我一定要把这个 A 级逃犯带回来。谢队没有完成的工作，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。好，小金，吴局也跟我商量过了，你一直跟着谢队，二组的工作你非常清楚。现在你就是二组的组长，你和老冯一样。有查看 A 级逃犯情报的权限。阿基啊，在特殊的时候接受这个任务，我有信心。你呢？海队，您放心吧，不管我是不是组长，我都会把工作做好。那好，我们打起精神，清网工作没有结束，我们好好的继续努力。好好加油，来，打起精神，把你们每一个人的手给我。谢队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老金头自从来找儿子，很多人都没有正眼瞧过我，更没有人关心过我。只有你给我送水送饭的，可我从来就没有问过你的情况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应该麻烦你了。
老谢的意外殉职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悲痛至极。想想老谢，你这一生为了警察职业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、家庭，直至生命。你的离去，我除了悲痛之外，时常陷入自责和思考。作为领导，我对你关心的不够。我在想，今后如何从民警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上关心大家。老谢，清网行动已经进入攻坚阶段，你却走了，多么希望我们在一起庆功啊！我只想对你说，我们依然前行，金色盾牌会铭刻着这一切，这一切。怎么了，兄弟？刚接家电话，说我大伯不在了。我从小跟我大伯挺亲的，也没见上最后一面。要不回去看看？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他们瞧着我也别扭。别难过，兄弟。老人嘛，总有这一天的，啊！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。老金，我冯洪涛。
我是老谢的同事。哦，冯队长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方便，人老了，眼睛不中用。那回头我带您上医院看看。不用不用，别管了。有时间，你们替我找找我儿子。你放心，孩子我们一定帮你找。谢队也是这么说的。谢队是个好人呐，可是。他不声不响的就走了。我呀，剩把老骨头，没几年活头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儿子可能找不回来了。老金，谢队走了，他把这个任务啊。交给我了。我一定不会放弃帮你找孩子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兑现这个承诺。是啊，一晃，我等了十多年，算起来，我家金鹏都快二十三了。老金，孩子要找，病也要看。这两天我联系个医院，带你去看看眼睛。不用了。没事儿，兴许过几天就好了。老金，我要是帮你把孩子找回来，你不能看不见他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要是谢队在这儿，他一定也是这个意思。120869，出来，到。你就是钱俊吗？是啊。把这个拿回去看看，这是关于你这次任务的相关资料。为了配合清网工作，你将要奔波的是一个特殊的战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名字就叫钱多多。兄弟，还没睡醒呢。啊，
你看你昨天晚上喝的，你知道你喝了多少吗？不是，下次不会了。没事，男人嘛，该醉就得醉。哎，你用电脑帮我查一下赵世民呗。查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所有的资料，越详细 越好。大军哥给你交代的事办完了，不会亏待咱们的。好，我明白，明白。哎呦，这喝的现在还化了，走。郑辉，辉煌保健品有限公司的法人，因非法贩卖假冒伪劣产品和非法传销被公安通缉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但是你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请求自首，希望你能积极主动配合我们的审问，坦白从宽。你们要知道什么，就问我，就冲谢队长。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们。一个享誉全国的制药大家，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什么制药大家？不就是给卖假药的背黑锅？我以前的的确确是个混蛋，坑了不少的老百姓。可是那个非洲神草被忽悠成神药，卖遍全国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为什么当时不报警？他们的手里有我的把柄。说一下，非洲神草确实是我原来公司研发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卖的是营养品，虽然也掺了一些东西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去骗人，这都是有人胁迫我盗用我的产品做的违法的事儿。他们为什么偏偏会盯上你的产品？因为我建立的是金字塔形状的依托熟人关系的销售网络，他们看中的也正是这个销售网络。后来他们又找了一条发财的路，用染了色的面板片代替我的非洲神草片，那故事讲的是越来越玄乎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他们囚禁着我，出了事儿就算在我的头上，我哪还敢报警啊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个机会逃了出，他们到处追杀我。我知道警方也在通缉我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，这才想起让谢队长来接我自首。我这几年过得连个囚犯都不如，我已经有五年没见过我的家人了。你的家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等这件案子告一段落，我们会通知他们。至于他们会不会见你，就要看他们自己的了。反正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，他们来不来看我无所谓了，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。你刚才说有人囚禁你，都是些什么人？护士您好，什么事？给您单子。七号床的病人手术顺利吗？这回比较顺利，就是手术的时候母女俩比较危险。那病人情绪怎么样？病人情绪现在比较稳定。我抽时间再过去看看。好的。哎，沈燕，那我有事先走。又来做检查了。嗯，大夫怎么说？开了一大堆药，也没说什么，每次就是叫我吃药吃药。别着急，你这个年龄怀孕的几率啊确实小，不过把身体调养好了还是有希望的。你就别安慰我了，我现在特别后悔当初做的那两次流产，现在想怀也怀不上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个孩子给我养老送终。哎，别那么消极嘛，你不是还有苏妍呢吗？他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不管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哎，对了，老苏说了，等你和你们家老冯什么时候有时间了，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那我就先谢谢你喽。你少给我假惺惺的。不对，我去医院盯着唐志雄吧。唐志雄那边已经派人盯了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交给你。谢队一直都特别关注牛翠花的案子，明天我想复审一下小杆子，你把葛丽和牛翠花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给我。我们现在要多关注一点牛翠花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吧。好。喂。